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丝 Pro 肉汁，给你饱满多汁的小知识。祭典目前刚开打，虽然伺服器有一点不稳，但相信任天堂应该很快会修复。然而，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体验过100倍比赛呢？这次100倍比赛如果获胜的话，将会获得通知，可以搭上神轿一起拍照，真的是超级荣幸的，能够跟偶像一起在神轿上拍照。那么要怎么进行呢？获得胜利后呢，到投票所前点击电视墙，然后会看到三个阵营投票后选择左或右，就会切换到你获胜的队伍，就会出现搭乘神轿。神轿有三个地点可以选择，没有次数限制，之后就可以进行拍摄啦，真的是好开心耶！大家赶快趁祭典刚开始一起努力打吧，看看有没有机会100倍获胜哦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斯普拉肉汁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